我想来走。 杨姐，医生讲你着痧，已经嘛较好啊无？我无代志啊。你叫江小姐卖走，你是有啥物代志甲伊讲先？明明我都已经答应奈美，我要暂时做青木杨姐，奈看到阿瑶，我搁。 换一个冲动啊！江小姐，是的啊，今日是我想要冲动，去麻烦到你，歹势。你是做啥物代志去麻烦到江小姐？无啥物代志啦，是因为。 今仔日是我甲静慧结婚纪念日，结果雄雄拄到青木先生，我的情绪都较激动，对伊有淡薄仔误会。青木先生，歹势啊，我嘛对你足失礼，所以这件代志，请莫搁放伫个心内啊。 我先来走。 今日三个人，都把话讲个清楚。今日真正是拄仔好拄着，我真正想袂到青木先生会伫个遐。奶奶，你莫安尼啦。阿瑶根本无做啥，伊无搞认就是陈静辉。 顶都是我，小可去收过冲锋界，讲我就是陈静辉，而且还佫生气你骂我。你大公，你是陈静辉？我真正忍袂住，你嘛知我对阿瑶阿母感情啊。你哪会当讲这种话？伊是你的太太，而且我看会出来，你的太太足爱你。 你哪会当讲这种话伤伊的心啊？因为我生囡仔，甲囡仔长大汉，伊无一天无咧等我，我欠伊啥太济？哪会当补偿伊啊？不过伊啊偌济钱，还是要爱啥，我拢会当给伊。我只想要见陈静辉尔。哎呦，一直咧等我，上重要的是，我爱。 请你帮手。唐小姐，你今麦讲的，敢是你的心情？我，若是要讲伤害。 伤害恁两个人，是我。奶奶，唐小姐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抢走你的红线，其实杨姐都是你的陈静。
子，真好可怜。建惠公，公爷爷家己手的伤痕留一世人，那是我爱的计划。可不过，千木先生无迄个伤痕啊，那是我叫医生用手术给堵掉的。28年前。陈静惠伊跋落山坎，是我救伊的。伊醒过了后，什么拢袂记得啊，所以我毋知叫催眠师甲催眠，创造一个敢若属于我的青木杨姐。这世界上根本就无青木杨姐这个人，我就是你的静惠。为什么一开始咱拄到的时阵，你要假装你不认识我？因为当初我根本就唔知影讲我是陈静惠啊。后来我想起来了，我的心就一直想要登去你的身躯边。是我甲拔掉嘞，是我爱杨姐，继续踮在我的身躯边，做我的青木杨姐。伊是我的红仔，你哪会当甲伊抽走？你真是我囡仔的爸爸，你敢知影这28年我是安怎过的？我28年来，我逐天试过来，我都希望讲，今日机会就会当回来啊！我就安尼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一天过去，也是无回来。我敢来跟你讲，不要紧，还有明仔，明仔我机会就会回来。我都安尼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28年。是的，也是的。秋季，这回的秋季甲皮包遐物件，还是你叫人送倒来给我，骗我讲阿姨已过身啊？其实这28年来，我嘛过甲良心不安。我一直希望陈静惠的太太已经给伊放袂记啊，而且已经嫁予别人，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。也毋过我慢慢想袂到，伊搁咧等陈静惠，我看到你对杨姐的爱这么深。其实我足惊，我嘛感觉我家己对杨姐的爱比袂过你，所以我敢若希望会当切断你对伊的思念，我嘛希望你会当甲陈静惠放袂记。好可怜，咱的错只是增加我的痛苦，我哪有可能甲王静惠放袂记？你敢知影我俩阵静惠过身了后？我就感觉我这世人所有的愿望无法度圆满啊！我干那给当期待老师了，还有，我甲志辉还有两个囡仔，伊是我囡仔的爸爸，你安尼做是切断伊的钱，你哪会当害我囡仔无爸爸陪伊做伙大汉？你哪会当？你哪会当这尔自私？是的了。
我真正想过爱杨姐啊。我迄个时阵，甘呾想讲，唔甘呾付出啥物代价，我哪甲杨姐留掉咧？我真正无当失去伊，是的。哎呀，当年男神为奈美救我，今嘛这世界上无本就无单身会这人。你救了催眠智慧，改变伊的记忆，把伊留伫你的身躯边28年。哥，我也是爱多谢你，多谢你救智慧，若不是你救智慧，我智慧都无可能活落。伊都真正会死在异乡，连身躯拢无人收，做一个孤魂野鬼。但是变车变到安尼，我一定更加艰苦。你来玩我？嘛，我负你。我只想着我失去的日子，想着我上爱的查甫人，一直踮伫别个查甫人的身躯边。我想着我的囡仔无爸爸，但只想着这，我的心就足痛。是的，真正是的。这世人真正，真正无想要，阁有人甲我回信嘞。我敢若希望以后会当简单过日子，所以，你今麦愿意把真相讲出来，我还敢来当，请你把智慧给予我，因为等着智慧回来，等伊回来，阮一家伙仔团圆，这是我这世人上大的愿望。我敢当请你成全我的愿望。小姐，无我伊嘛袂用。